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有用的句型 comparative sentence。它的 structure 是 be 比 a plus adjective。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很好，这是一个红苹果。再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绿苹果。Compared to 绿苹果。What is the size of 红苹果？给我一个 adjective。非常好。The adjective is 大。Compared to 绿苹果，红苹果大。红苹果是 B， 绿苹果是 A。最后的句子是红苹果比绿苹果大。你学会了吗？拜拜。